这是一个你给作者点赞还要被修理的老六图。这个老六图通关率只有4.75%，第一名居然只用了47秒就通关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地图的最快通关记录。虽然说好久没玩了，但是这个地图的大概坑人点我还是记得一点的。没事啊，要破记录必先摸清这个地图的套路。你以为我在乱跳，其实我在躲避陷阱。这边侧面有个小门，进入之后可以直接通往下一个关卡。这个小门需要从左边跳过才能进入。看见没，很轻松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排除一下这些云朵呢。对了，这边还有个。开局我们直接向前躲避陷阱，一个右前跳扑，接着跳右跳中，接着一个连跳躲避弹板。这边需要跳过陷阱，接一个斜向跳扑进入传送门，安全云朵，左中左左右中左，直接上平台进入传送门。这里我们需要跳过弹板，先爬几层阶梯，然后立即跳下来，开滚动进入传送门，复位死一次，然后跳下去再死一次，出来后立即进入传送门，44秒完成速通，成功创造新纪录。